黄有德，就是蔬果德农园，吼，伊所问的就是十生苗的小黄瓜，是不是因为乙烯过高，才会青，吼，亲像图片这个样子，嘿，才会变安尼，嗯。即个家己伫叶啊吼，看起来就是讲也黏黏吼，有一点啊，施展不开来，迄种诶一个啊，即个感觉吼，然后叶啊一个甲变过来，叶后壁面咧，你几乎看不到吼，即个啊，可能因为即马即个会看不是很清楚吼，但是咧，这应该是可以吼。有的讲看袂到，是毋是有红蜘蛛的一个危害吼？一般咱咧看即个红蜘蛛的危害的时阵呢，一定爱看即个叶脉吼，叶脉的两旁哦，叶卵吼，真侪拢生伫即个叶脉吼，叶脉的一个两边迄只遐。那么这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是安尼吼。那你叶啊，规个都怎啊臭干，然后黏黏吼，就有这款的这情形。那么这是不是乙烯高吼？这有可能，但是呢，比较较爱去担心的，不是干那高乙烯的这个问题啦吼。我个人认为讲，还阁有真济啊，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就是讲，什么情形会让伊变安尼？这个叶酸呢，小黏黏落吼，这有时啊，这个因为乙烯高啊，结果呢后壁的伊生长无好，根路较袂开吼，那然后后壁的作者这个病害吼，比如讲像咱所看到的这个疫病吼，疫病呢，除了针头伊只遐会出现到这个。熟悉以外吼，佮另外一个就是讲伊根部吼，根部有当时啊，伊个即个抗性的变歹吼，啊，即个去造成伊个黏吼，所以你这黏长呢没有那么单纯吼，所以乙烯可能是其中一个即个原因啦吼，但是呢我相信这应该唔是干呐乙烯吼，乙烯质的一个即个问题呢，就是讲咱呢。咱出现这个问题的时阵吼，通常会去甲伊一下吼来甲伊这个用排除法吼，就讲我先甲所有的一个最容易去判断是或不是的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讲你这上容易去判断是唔是吼是唔是这个乙烯质的问题啊，足简单啊，随测一下就知影是唔是吼，所以咱随测一下这个。乙烯质，咱就随知影这个高低吼，就知影讲这个乙烯质呢有较悬无较悬，啊，就随知吼。所以这第一题呢，这个就较容易去判断吼，就讲你是不是乙烯质过高，咱就先切看买一下吼，这先先去改这个做者这了解吼。一般来讲吼，纯粹那是乙烯质高的时阵呢。伊个下骹许吼，较容易有即个空间损的即个情形，就是讲你单纯的一个高乙烯一般就是即个空间损哦，这真容易有即个空间损哦。所以这可能是咱真侪咧判断的时阵，会用即个方式啦吼来个即个判断吼。那另外这就是讲伫你的一个相片内底看袂出来是有空间损这个情形吼，你若无看到这个空间损就很难啦吼，真歹去判断讲是毋是，是毋是纯粹是这个乙烯来解这引起吼，比如讲第一张相片内底呢，那么这个叶啊这个部分吼，最后一部分真有可能是这个。这种鹿菌病吼，鹿菌病呢，会有一点点吼，这伫下骹许这只只吼，这鹿菌的这情形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伊个叶啊吼，规个就是看起来有滴叶脉是好的吼，叶脉边啊呢，会翻黄吼，慢慢的翻黄呢，这有时咧类似像这个萎凋病吼，淋巴菌来个引起的一个萎凋病，那么伊胃下骹叶啊开始黄倒起来吼，这种的这情形，那么这种情形通常嘛唔是干呐是这个。胃凋病吼，淋巴菌引起的这胃凋病，有可能是佮搭配着这个散糖的这个危害吼，所以多数是这两种的这个复合感染，所以长呢就较容易出问题吼，所以因为这拢袂大吼，所以一般咱也是看伊反黄，然后袂大啊，球球啊吼，啊这生长势真弱啊，甚至停起来，那么小可有一个人呢，就困中道。
那这种通常就含线虫有很大，如果看不到这个线虫、有可能就是这个微条病，但是多数这两种都是做伙、这边真罕是讲干那一项、所以啊、以你这个栽培这个状况来看起来呢，这个情形应该是这个根瘤线虫甲着啊微条病的一个这种复合性的这个感染。那么有当时啊吼，你那是拄到这个医师值较悬的时阵，那么落雨还是讲这个熊熊这个几工乌阴出面日吼，伊会规个下落吼。这种的咱有诶，搁予伊一个名称，就是叫做这个叫做急性微凋病吼，急性诶这个微凋病。其实这个也是连孢菌引起，只是讲伊迄个时间累积了较久啊吼。那么有当时啊。因为迄个天气的一个即个变化吼、所以呢咱就真容易看到伊，像伊长得阁好好吼，今日呢，就规个拢掉去，这都可能是伊危害已经一段时间啊，拄着这天气咧变化的时阵呢，咱就较容易呢来甲伊即个产生吼、所以。这除了是这个微条病就是讲连孢菌引起的这个微条病以外呢，那么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就是讲含这个线虫吼，含这个线虫有足大的这个关系啦吼。特别呢，那拄啊好伫这个特别伊通常这种的病害拢发生伫特别采收的迄个时间吼，这种所谓急性微条就是讲伊大大单，即马累积到一个即个情形，佮加上果啊歹落吼，消化有一个天气，也是讲开始着怎啊水下落吼，尤其伫中昼，就讲比如好天即个好天起来，你着水下歇吼，暗时呢佮回起，睏一工两工，第三工伊着规个着规丛着拢拖起，但是伊下骹歇伊嘛是安尼吼，那么所以即通常是咱爱小来家即个注意着，所以伫咱咧栽培的时阵吼，一定爱注意，就是讲第一啦吼，即、这个连孢菌吼，你会当。上根本的这解决的这个用嫁接苗，因为这块你若生地吼，连孢菌都拢较无遐严重，渐渐哪种哪种，那么这个物件就愈来愈严重，吼、这是一个真容易去产生这款的这个情形的嘞，吼、那么所以呢，这种。这个急性微凋病吼，那么这个微凋病呢，伊通常就是讲，尽量咱咧栽培时阵，伊咧。你提吼爱较细致嘞吼，因为迄那是细长的时阵，伊迄有迄个伤口，咱血盘苗倒是还好吼。那么通常是较无容易有迄个伤口，你闹迄个伤口呢，伊就真容易为迄个所在感染，感染呢，就即个连孢菌吼，伊通常就较容易有即个黄血吼，然后大袂起来，即款呢即个情形。那么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回归吼。非常惊堵水吼，即伊伊是一个足重水的一个作物，但是你若总讲去甲淹甲淡落落，还是讲迄水拢袂退吼，那么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去造成伊根部的无啥物空气都无够，对吧？水济都无空气，空气无够呢伊对着本身的抗性就变歹吼，所以真容易产生着即款的这情形伫咧吼。那么这当予咱好朋友呢，小做这参考吼。那么嫁接虽然会当去解决吼，去解决掉一部分的这问题，但是有时嫁接苗吼，伊也是接了无讲介好势，细长看无啥会出来，较大长伊嘛是会表现出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百分之百啦吼，只是讲伊也是嫁接呢，加较有一个这个机会，所以你即马伫这个韩国、伫这个日本呢，大概因咧种这个回归吼，尤其温室内底咧种的这个回归，几乎都是嫁接苗吼，因为因唔敢种无嫁接的这个品种吼但是这个目前该看起来是这款有的讲伊这是一个土壤吼连作性的这个问题，就讲你连作有连作性障碍吼，这连作性障碍呢就是即个要来改三星吼，这有可能是土壤高一丝高一丝一长的较无通遐尼好吼然后呢刷落去，矿当然你长无好，矿病性就变歹吼，这。
咱常常咧讲，这物件拢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吼，这原因就是伫这个所在吼啊，所以这是一个连孢菌来个引起的一个啊，这种的一个胃刁病啦吼，这胡瓜的一种胃刁病吼，那么你也出现就是讲会较少啊，那些话臭大臭大吼啊，啊，甚至也有一个啊，这臭大臭大这款的这情形吼。那么这大概呢是这款在咱栽培管理内底，有时候呢啊，在高温的这环境吼，一定要稍注意一下哈。那伊通常会较容易来个，伊较常容易得病啊吼。所以这大概是安尼一个这情形。啊，话讲选一寡较抗病一个这品种很难哈。那目前市面上咱咧种的这个黄瓜哈，那么以控病这个品种呢，事实上呢，真的是不多哈。这当河南好朋友哈，小做这个了解点哈，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的嘞哈。